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拆开小猪佩奇的新玩具，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这都是佩奇的雪地城堡。我们还有一个小猪佩奇，佩奇穿着一件红色的裙子。我们还有小羊苏西，苏西手里边拿着一根魔法棒。我们让苏西坐在椅子上吧。我们再让佩奇坐在椅子上。我们让佩奇上来二楼洗澡吧。我们让苏西上去二楼照照镜子。我们再让苏西过来餐桌这里吃点东西。这是小猪乔治，我们让乔治上去二楼睡觉吧。好了，佩奇洗完澡了，我们让他下楼去吧。我们让佩奇坐在椅子上看电视。佩奇看完电视了，我们让他上去二楼睡觉吧。我们再让苏西过来睡觉。